1:01，10号病房个病人醒咗啦。你正为谁人喷破，心里忐忑不安，情绪已动荡上落。如我说我是因你无言泪水随便跌落，如何令这两个人渐渐地隔膜，无论是我更努力情怀仍落魄，一切我所得到无法换现在快乐，唯有再次活于这时常自我的孤单感觉，能令你开心因此快乐，甜蜜回忆今天于风中搜索，还是你抱怨我爱梦想之中追求，日夜备受冷落。其实你与我都应该清楚，我的一生只追踪感觉，仍被你控制了喜乐，这份感觉过快乐时便尽量快乐，情人渐远醉了时情怀如砸锅，心里的哭声埋葬在夜静角落，而每次我再想你悠然在这刻感觉寂寞。黎生，昏迷咗30年，能够醒翻，的而且确一件奇迹嚟嘅。希望你能够接受呢一个事实啦。令你开心因此快乐，甜蜜回忆今天于风中搜索，还是你抱怨我爱。唔好意思啊，请问阿玲仲系咪喺度住噶？阿玲啊，前几年佢得咗大病过身啦噃。吓、啊？一生只追踪感觉。仍被你控制了喜与乐，这份感觉开心因此快乐，甜蜜回忆今天于风中搜索，还是你抱怨我爱梦想之中追求，日夜被受冷落，疲倦了我对我雨中漂泊，爱了站着静静看雨落，回着我这冰冷感觉，不快乐，但你不发觉。